9月9日，范玮琪在微博晒出一杯茶饮，并配文：消暑解渴的蜂蜜柠檬，谢谢小杨哥的爱心，每次遇到挫折或意外，好像总是有你在身旁默默守护着，感觉好幸福，谢谢你这快20年的友情和缘分。9月8日晚，范玮琪曾发文回应梁静茹离婚：我从来不是大嘴巴，保护永远保护你，守护你，陪伴你，爱你。随后他秒删微博，网友纷纷表示早日康复，期待新专，早日康复，一起在幸福的路上。非凡娱乐时事报道。